团结政府成员党即将完成议席分配谈判，接下来就是要敲定六州选举的候选人了。国政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就建议使用瓦里标准来遴选候选人，以确保拿下所有竞选议席。阿莫扎西昨晚出席巫统巴都区部大楼落成典礼后指出，所谓的瓦里标准，也就是有胜算、被接纳以及讨喜。他说，国政向来都是采用以上三项标准来决定派谁上阵选举。他认为，团结政府也可以沿用以上的标准来遴选候选人。扎西也透露，巫统已经收集了团结政府各党主席之间的讨论结果，以敲定最终的候选人。